笑笑他睡醒，上姑姑家的仪器睡到现在，你看现在都。那你是黑的。我该睡觉了。该睡觉，你得睡得醒呢，还是？该睡觉了，你刚睡醒。多了他吃不了。他说该回家了。该回家了是吧？一会儿带你去转转行吗？你姑姑吃的那个牛肉，牛肉。我给他搁那不行。牛肉，牛肉，哎呦，好吃。是啊。哎呦，炖的难是吧？那。行，他的营养给上了吗？你看他这体格，谁肉都是。我是谁？你是爸爸。你对吗？你那个就是吃黄油的，他大了我也受不了。嗯。啊。来。不挑事儿。哎呦，大块吃肉。牛肉。行，你这个科学喂养喂的好的。按在课本上来的。要吃蔬菜哦，要吃蔬菜。他很少打嘴是吗？没有，哪儿？打过呗？没有，打过是打过。哦，钓鱼打过一回。嗯，对，第一回上那个医院去嘛，附属医院。附属医院那是得了个急性玩意儿。也黑呀！啊，还有。黑了。嗯，天黑了，天黑了啊！嗯。你姑姑打的那个豆浆，来喝点豆浆吧。你姐姐还喝吧？我上去了，快你快点吃。吃那个？对呀，你打量了。嗯。来。哎呀，这个肉可难。还吃蔬菜，小小好，我还吃蔬菜来。俺都吃完了，光上你了，快点吃，小小来。哎呦，哎呦，还吃鱼不？给倒了一大块鱼，这个鱼没啥。啊，这个倒。你吃鱼不？没啥事儿。鱼也还是白吃了。不是这个没工资。没工资。这咋不好倒哎？吃吧，吃鱼吧，上面别要什么要。这个，就这一块，这一块就是最多了。那一块没有那个啥呢，啊，就那整个的刺。嗯，有刺我们小小能吃出来，是不是？它会吐。吃个鱼吧，好吃吗？姑姑做的饭好吃不好吃？好吃不？说。是。好吃。你洗洗姑姑吧。你给姑姑说嘛。对的，姑姑说，好不好吃？喝茶。喝茶，喝汤吧，喝豆浆吧。行，他不缺水儿。哪个？俺有带家性，在外头就喝小。对。上台的男孩子有点在外边有点粗鄙。对。上台的缺少。少开这个乐园里上。那儿童乐园，人家小朋友在那里玩，他在那里看。他是啥吧？不上。这个经营大厂经营少。嗯。多在上那些公共场合去。嗯。增加他的自信心。我今天带你不，他是跟他妈玩去，他有点不往上练他，不离开。不离开妈妈不行。该带着谁？带着那个孟一晨一块去。奶奶不赖。孟一晨一玩，他就跟那孟一晨玩。对，妈妈就好了。不赖都是。你到处跑。来，吃点鱼吧。有刺我就吐了哈。有刺吐啊？有刺吗？有没有？哎，怎么了？我不吃，不吃，那吐吐吐。他把肉改回来了。不吃啊，不吃鱼。不要。啊？洗洗呗。都在咱份儿的。啊，吃不到就生气。还吃什么？就这样不好。吃肉肉啊，吃肉肉是啥？对。吃什么？蟹子都大了，吃也不少。对对对。就是对。嗯。一会儿说的不啥的，就生气了。对。直播咋生气的？哟，吃饱了嘞？还打嗝来了嘞？嗯，上午吃的多。来，快吃快点，吃快领你玩去的。嗯。那吃菜，回家吃的菜不大。嗯。那你天黑了。天黑了啊。天黑了没事，有灯。有灯，外面有灯，好不好？俺吃。你看这是啥子？